看到很多人都叫我们做，不要做挑战。今天他来，那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撕卡最多者，他就是最输的。合理吗？合理吗？各位？还行吧，可以。我一直在干嘛啦？最怕的就是两个人谈论，他突然间流弹打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啊。挥手啊，还敢动啊，别闹了兄弟。别闹兄弟，文轩、一中、野林，我们在留言里面啊看到很多人都叫我们做不要做挑战。今天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准备了不要做挑战的卡牌。那我们今天不要做挑战规则，我们每个人头上都会带指令卡，那我们彼此都会去引导对方说出他头上的指令，那只要说出来的人呢就会被我们熟悉的软棒暴揍一顿，棍棒暴打。那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撕卡最多者，他就是最输的。没有没问题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挑战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洗牌，为了确保这个游戏的公平性，我们洗完，我们三个都各自洗一下。好，好，我现在挑战带一下啊。我们现在进来是要玩这游戏，我们就来讲述一件事情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上次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啊，我跟他拍了那个国小的那个回音，然后我跟你还没拍，你觉得要拍吗？那你对我有什么？你们之间有共鸣？很冲动，就这样。那我觉得这是你美好的回忆。这个应该算可以拿下来的。因为你讲出了我的很冲动，还是要敲一下吧。没有说，我们成全扣一，好，好，看一下新的东西。出来吗？你有出门吗？你有没有出门？忘了，忘了。我们和谐一点啊！我们和谐啊，很和谐啊。我们攻击他吗？我们不带，我们先结盟嘛。真的在问吗？这是三国演义，那我们解盲啊。那这样，因为呢，这个段落卡太久，我们大家都先把牌换下来。我的是什么？我想要，还要变啊！再来跟我握手，还给我装。可以。哇哇！我等一下，哎，你怎么带了？我已经猜到了，我已经猜到了，我换一张。猜错了以后，摸着好的，很会猜哦。那个这太明显，你刚那个太明显，这个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我看，好在。我们这部预计怎么样？剪完弄完就剪。今天拿掉，明天拿掉了。哇，我等好久啦！太可恶了！你把它搬着。大意了，因为我想你刚带完，大意了。想不到，下一张，再一张。你觉得我们昨天去 KTV 的感想怎么样？唱歌，你跟我们唱歌，对啊，好听。会不会觉得有点太晚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后不要夜唱，不要日唱？你开心就好。我大笑。哦，我开心就好是吗？来吧，你们来引导我，快。啊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知道你要干嘛啦。你根本要看看嘴巴，看看嘴巴，没有，不是真的，相信我。下面，那我只有上面。哦，啊，你有支持吗？没有。好，大概。被我摆了一道啦。铺垫，其实我是，其实我们两个才是结盟的。最怕的就是。两个人谈论，啊，突然间流弹打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啊，因为已经有点重复了，我觉得可以换，合理吗？合理吗？各位，还行呗，还行。摇头，哎，这也算啊？摇了，你摇了，哇，这个好难啊！摇了，就问你怕不怕？觉得你很活吧？你会担心？你不可以沉默啦！我在想啊，你这样你会担心？你现在少一张卡啊？你会担心吗？会。很好，好，不错，就是要这种游戏态度。哎，他这个就很容易嘛。这个也是沉默的，你要拿掉是吗？哦，对啊。那我换一张，合理吗？各位，这个不可能，做不到，合理吗？可以。
你觉得今天这个战局，我跟他谁胜算比较高？我们现在都是两张。哪有？你剩一张，我两张。没有吧？你死两张，我死一张而已。好，那你觉得我跟他谁胜算比较高？我很害怕。所以，我跟他谁胜算比较高？我投资很久。我觉得这游戏不应该。那你会什么？跑立贝，你给我卖萌啊！卖萌啊！卖萌啊！你跟你的法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又过了三个回合了，叶玲可以把你头上的牌换掉了。我说不说？哦，哎呦，有引导哦。是说我不很坏哦。不行啊！行。干嘛？好了，他出事了。我出事了吗？我怎么出事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他要干嘛。我知道他要干嘛，我猜到了。好，你猜到了，你猜到你讲出来可以吗？应该是回头看之类的。对，那你就可恶。我觉得讲错应该要回一张来，这是猜我猜的一个感觉。我靠，这不可能！嗯，我把你翻开，靠背。你等一下，行吗？赶快把纸带上，你点个头。我不要。嗯，那个我不要，中了，没事，没事。OK， 你觉得我这张跟他刚现在这张哪张比较危险？这是一个比较的环节。哎呀，别别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算不算？他刚刚说这是一个比较的环节。他很快，他就快讲出来了，没想到这样。我真的觉得他那个算，真的吗？这真的算吗？你觉得算吗？是有点踩到线。那我们换一张。做比较欸，我是说比较，这是一个比较环节嘛，这不是合理吗？哦，来行呗。你觉得这个的难度 OK 吗？还行吧，难。好，那你们拿起来。难。Yeah! 说好难。哦，完了，完了，烧烤了。我觉得他的，我觉得你应该。我觉得是先换的。我的换。好，我的是什么？说轮到你？怎么可能讲轮到你？差一点，看看，合理吗？这是什么？实力角色？你看我们两个，王八蛋！你还对我们两个人用自信的眼神这样瞧着，那我势必是要给你打下去了。那这样呢？嗯，还行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稍微，哎呀，这该不会是那一张吧？你怎么怕了吗？有一点。哦吼，来喂，害怕。你干嘛？吓吓他，做做效果。那他可以拿下来吧？啊对啊，这样算吗？不算了，你拿下来了。对啊，这样拿下来。挥手、啊。挥手啊！还敢动啊？就算了。那、啊、这样怎么办？他输了。哇！没有吧？你也猜到了吧？三张，你三张、哦，你淘汰三张，真假？这游戏这么突然、啊，我都还没准备好，输的输家感言就输了。哎、欸，我只是要吓吓他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因为要害人，这有可能引爆自己。啊，对啊。而且有时候第三家会反击你，你知道你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说不怕。哦，我差一点呢，不怕吗？啊，不怕。他刚才引导我，他还用唱歌的，好坏哦。他说还是会，我觉得害怕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你会觉得我要让你害怕。好，我就讲好，原来心理战。哎、欸，我先，这个也太难了。叶玲啊，有什么心得感想？你看你刚死的时候说没有，然后工作跟挥手、欸，我觉得你挥手比较好笑。对，因为我是要吓你，然后我本来吓完你，我要接说有吓到吗？看过你的手就直接挥起来，然后突然意识到说，哎、欸，你头上好像是挥手。对啊，你这样也算挥手啊，因为你无缘无故的嘛。欸、对，我觉得聊工作这个最好进攻、欸，因为叶玲很在意工作的。我们直接讲说，哎、欸，他的镜头没有用好。他现在第三张是最难的，手放腿上。对，因为他现在手持棍子，他不会放腿上。那应该今天的影片就进行到这边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是进行的有点困难，我们下次可能优化一下。我们下次再优化一下那个规则，玩起来会顺利，没有错。OK。那喜欢我们这部影片呢，不要忘了订阅、按点赞、小铃铛开起来，我们三个的 IG 帮我们追踪一下。别闹兄弟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